感谢228连假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陪伴植物台度过精湛的表演节目。在这边跟各位预告，明天在下午4点，植物台，谢谢我们台南市文化局会再次邀约所有台南市传统艺阵特优的学校展演。晚上6点，一样有台南在地表演的演出。欢迎大家都可以再次来到植物台，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美好的夜晚。待会呢，不要忘记了，整点及半点的时候，主灯都还是一样会做展演，一直到10点，都还有最后一次主灯的展演。欢迎大家，2024台湾灯会，期待天天来到灯会，陪伴我们度过每一天。谢谢。